我有神明偏爱，这是愿望，亦是千年信仰。海上拜妈祖，路上成净姑，福建人用他们的方式崇敬女神，且憧憬人生。当我走进临水夫人成净姑的临水公祖庙，在唐风殿宇中看红墙黛瓦，飞檐翘角，一眼便是千年。成净姑在历史中真实存在，她携36姑婆悬壶济世，涵盖了当今儿科和妇科的几乎所有医护岗位。24岁生命最后一刻，还在斗妖施法，祈雨为苍生。于是自唐朝起，民间就多了一位妇幼保护神。宋理宗的敕赐下，红极一时，万民香火延绵1200余年。可惜光绪年间的一把大火烧尽所有，所幸一年按照旧貌重建，恢复了千年神往。如今旧殿修缮，新殿依旧香火鼎盛，祖庙的香火被请入各村各寨，乃至台湾、东南亚。我在古戏台上望着斗拱藻井，仿佛看见神的眼睛。建筑也许会消亡，但信念的火种不灭，在心中必将永远燃烧。我是青木，和我一起旅行读风景。